一我生出来是个女儿，她长得像黄国荣，我看怎么办？这是一个灾难。资深音乐人黄国伦和艺人寇乃馨婚姻长跑14年，感情相当稳定。不过他们一直没有小孩，所以经常被问生子的问题。寇乃馨昨天在 IG 发布影片回应：没办法想象，万一我生出来是个女儿，她长得像黄国伦，我看怎么办？这是一个灾难。你想想看，黄国伦如果扎两辫子，是不是恐怖？无厘头回应笑翻摄影师，不过他还是有认真解释生育问题哦。觉得我们两个自己都还是小孩，我担心有一天呢，我们两个会说：哎，小宝呢？小宝不是在那个里吗？我们把自己顾好，就是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负责任。不能生小孩都是因为意外，在我们身上目前还没有发生这样的惊喜了。两人也曾因小孩的问题吵过架，他们之前上节目聊夫妻相处问题，寇乃馨当场指控黄国伦曾对他说：你不会生小孩，不会开车，不会做菜。一番话让寇乃馨气到哭，之后寇乃馨发文缓颊，表示老公从没逼她生孩子，只是吵架时会不择手段制敌。如果万一有一天意外怀孕，那我们也会开心的生啊。